个你你有五花你有五花肉吗？我剩这个哎、欸。啊，剩这个。对啊。但是我们不找你啊，我剩一个便当而已。哦。那个是79块。哦。但是没发资。一个鸭腿饭，鸭腿呀、哦，鸭腿，好，1.4的。好、啊，可以内用吗？老板娘，可以内用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可以吗？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阿贝，8:08，当上每周日不定期派出2到6名警力，针对中山区、桥东等八大行业扩大临检，避免民众酒后冲突。附近邻居表示，事发这间酒吧今年才刚开幕，前一个租客同样是经营酒吧，因为半夜酒客声音太大，常常被检举，因此搬走。这位类似纠纷又重演，四人都被警方依妨碍秩序移送，只因为撞到肩膀引发冲突，朋友意气相挺，刑责就得共同承担。今天是报道黄金分开始报道。最新消息，亚运网球女双今天在第一场比赛就传来好消息，李雅琴还有梁丹说他们是在四强战对上的是韩国组合，苦战三台之后获胜，所以顺利晋级金牌战。而在他的新队的球场在今天正式开幕了，董事长严晨立联他也是。1824，现在旁边在地方。